Choco Orange Hi Jill Hi 好忙哦，因为我本来今天好像也没有想说要直播，因为太多东西了，但是后来是我 po 文的时候有人问我说今天会不会直播我想先放一首五月天的歌不能准时看没关系，因为我会存起来。嗯，明天的 A 字裙跟之前那款差在安全裤，之前是哪一款？之前啊，布料不一样。你是说两三周前的那一款吗？声音会很小声吗？嗨，嗨，嗯，之前那款，没有安，之前那款没有安全裤，然后它布料不一样，嗯，然后我觉得它也比较长一点，就是没有那么短。从七点就在等我的小杂志，我跟你说，我的小杂志七点完成不了的，都一定要到最后一刻。虽然我已经提早了，但是就还会在最后一刻。电卷屈臣氏买，你是说那个彩色的 USB 的那个吗？格子连身裙我有穿，我在小杂志有穿吗？嗯，我有带几件衣服回来，但是我想说应该可以换给大家看，可是我想说我是带跟小杂志不一样的颜色，这样好像大家才看得清楚。对，小杂志就是晚上十点的时候才会出现，因为都是要等到最后一刻才能那个就是写出来，才能写就是写得好。嗯，因为这周其实还蛮忙的，而且下礼拜格子连身裙是哪一款啊？嗯，格子的连身裙。嗯，10:09或者说10:30，上次还有一次到11:00。我觉得明天是那个很多格纹，因为格纹这季其实已经很多了。嗯，但是怎么办？大家都对格纹好像很有想法。小杂志已经变成每周日的那个嘛，其实我压力很大。就会想说，因为我不想要写一样的东西，然后我的穿搭，就是有时候我会觉得好像 还可以，有时候又会觉得说好像，就是还好像有时候没有什么想法，嗯。FB po 有搭裤子那件格子连身裙，哦，你是说雪纺的那件，就是。雪纺的那个连身洋装吗？嗯，工作增加变得很辛苦。工作增加其实变得不辛苦，其实我不会，就是有点不会分配时间。但是我今天去加班的时候，我已经就是有写1、2、3、4、5，然后我中间画一条线，就有分上午跟下午。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来想说。我什么时间要做什么事情，我今天有大概规划了一下，我想说从明天开始试试看，可是也许没有办法。我 IG 的那件红色背心是4月9号的，是我上礼拜也有拍4月9号的，因为放连假。嗯，排扣短裙我觉得不会显肚子，因为我肚子也是蛮大的，但是因为我穿起来。其实我穿起来是刚好，但是我自己本身喜欢穿很松的上衣跟那个 Hi Monica 很松的上衣跟很松的下半身，所以我应该会选 M 号穿。对，我今天的口红就是我等一下我晚一点，如果直播完我还要再 po 新品的照片， po 完之后我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就会可以那个。因为我唇膏的照片其实我也拍好了，就是你这个 Really Really 的我已经拍好了，但是我就还没有传上去，因为还要你要讲一下说它
它是什么样子，就是要形容那个就会花我蛮多时间的。嗯，小杂志的厚雪纺裤我是穿在肚脐上吗？哪一款厚雪纺裤？哦，你是说这一款吗？你是说，等一下哦，是说这款吗？这件吗？厚雪纺裤，这件是我的耶，我的宝宝看不出来吧？就是有一个大人系的，没有直播很久，刚刚前面都在闲聊，在聊我就是不会分配工作而已。嗯，嗯，你说单穿那个谁？Love 说我可以单穿新品也可以，你是说不要搭配吗？因为如果不要搭配也可以，就是拍自拍的那种，那个其实也 OK， 可是因为如果每周都这样我自己觉得有点无聊。对，口袋速梯我有带一件，这个口袋速梯我带红色的回来，红色的，嗯，觉得很可爱。嗯，背景音乐是五月天的啊，要不要换？要换什么歌吗？嗯，嗯，锁骨链也会有，对。好，那反正我再先讲一下我身上的好了。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大家是不是要睡啦？10:50，我觉得我好像不能聊太久哎、欸。耳环是已经上架，我觉得可以配我这个红色格纹上衣。不是天使，我们从恋爱 ING 开始的。最近很喜欢最近的商品，不要太多无袖，我自己也不会，我自己也很少穿无袖的。我如果穿无袖，我都会再加一个外套。嗯，十二点才睡是吗？嗯，边洗澡边看我直播。口袋速梯有蛮多颜色，黑白红啊，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色，我有点忘记了。这件上衣是，它是我在小杂志是穿什么颜色？我在小杂志是穿那个，奶茶色，卡其色。然后这次我想一个，我就是在每次要拍照之前，我就会想一下我这次的主题是什么，然后我就看一下商品，就觉得嗯好，那我就挑，因为我还要搭配嘛，所以我就想说。那个，对，我今天也是被阿信的 FB 骗，我真的早上起床的时候想说，哇，要公布了吗？有点紧张，因为我想说，哇，对象到底是谁可以让那么吸引他？因为他那么有才华，就觉得哇，好有点羡慕，想说到底是谁得到他的芳心？我老公今天在房间里面陪我直播。他没有在客厅，因为我这边是客厅。对，奶茶色皮肤黄很黑的不适合，我觉得不会，就是你要选奶茶色，你不要选深的，你就要选比较清淡一点点的奶茶，就是比如说什么口味的奶茶比较清淡，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敢喝奶茶，其实我不敢喝奶茶，所以我不知道有什么奶茶，就是你要选淡淡的奶茶，对，嗯。嗯，更多牛仔裤不是破裤，没有问题，都有。对，我现在就穿了一件牛仔短裤，哎，好像这件好像是雅雅的。对，雪纺裤有几个颜色？其实我有点忘记，哎，我今年的我没有去，可是我算是参加最多演唱会就是五月天，从我高中的时候。我不敢喝奶茶，因为奶味很，就是我不喜欢，不敢喝奶茶的味道，从小到大都不敢喝。这次好像没有牛仔裤，牛仔短裤下一周4月9号的时候有，我身上穿了一件，还没介绍完这件衣服哈。这个就是皱皱的雪纺，然后我在小杂志里面是那个写那个什么，就是奶茶色、卡其色。然后我今天穿红色，因为我想说我想穿不一样的。我觉得我要换一个音乐，因为我一直想要，就是会一直被那个，一直被影响。好，嗯，这件很可爱，就是它是
皱皱的。哎、欸，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是不是？皱皱的，对，我就会一直跟着。我想说不行，我要换一个别的。然后它是这边可以有荷，这边有荷叶，这边有荷叶，然后袖口有荷叶。然后它的扣子很可爱，是这样，是这种同大深色的扣子。然后它，你注意看 Paul 的扣子，很多是只有两个洞的，两个洞的扣子。我们很喜欢只有两个洞的扣子。对，这首歌真的很可爱哦，这首歌我觉得好适合 puzzle。嗯，然后它是有一点点公主秀，我自己蛮喜欢穿公主秀的衣服，因为我觉得公主秀，我自己觉得，因为我肩膀是算好像算宽，可是我喜欢穿公主秀，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觉得穿了公主袖不显壮，可是大很像很多人都觉得穿公主袖很显壮，可是因为我想说公主袖就是这边会吸引人家注意，就不会觉得就目光不会放在你肩膀后啊或什么的。对，而且它这个弧度很可爱。嗯，我看我今天穿短裤，我配短裤，我的这个短裤是这边，哪一边？这边有袖子。Annual Vacation， 雅雅设计的，他是说到我的心声了。对，这个是4月9号的，这个是4月9号的新品。好的，来高一点好。我肩膀其实有一点点壮。对。然后它的侧面我觉得很可爱，就是袖子肉这样出来。嗯，然后短裤高腰在肚脐上面，对，嗨，嗯，然后我刚刚这个耳环是我刚自己配，因为我刚刚是想说要配这个还是配花的，然后我觉得说，可是我觉得手背粗和后背，我也是啊，我就是手臂是很粗的，然后跟。我的背就是也是很厚的，就是，可是我很喜欢穿公主袖，哎，我自己个人很喜欢，对，嗯，好，就是我本来在想说要戴哪一个，后来我觉得我有粗啦，我手臂如果有露手臂的话，都是有稍微推进去一点，我自己会修片，我就美图秀秀稍微修一点点。应该不会怎么样吧，所以就是如果有手臂的照片的话，你们就参考就好了。因为本人真的是很露，所以我自己做衣服的时候，我也不会，我很少做无袖的衣服。对，然后这个花已经上架了。然后我刚刚是想说，我配这个格纹，我如果再戴这个，好像稍微成熟就有点太，这好像是会太三八。然后。我就想说配这个好像是可爱一点的，因为我戴给你看。美图秀秀是大家的好朋友，对啊。嗯，我手臂真的会，可是因为我很少穿无袖，所以我只有就是，如果就是有那种穿到无袖的上衣的话，我会推，因为我最胖的地方是这里，不是这里，是这里，这边真的很胖，然后我就会稍微这样。进去一点点，因为你知道我学 Photoshop， 嗯，无他也是好朋友，哎，对，但是因为我用无他拍照，但是因为我的无他不会把我的脸几乎都我都没有用那些功能，我只有用那个美肌的功能，就是其他那些什么下巴变长啊，然后鼻子变长跟。就是有那些功能我都没有用，我连长腿都没有用，我都只有那个用美肌的效果，因为我不喜欢太长的下巴，我也很喜欢呢、欸。这个 Linka 的歌很可爱，嗯，真的下面比较露，是说这里吗？我很诚实的、啊，其他地方其实我不会修。我不会修，就是主要是手臂，对，我都用无他，然后但是没有用那个脸的效，就是没有用那些那叫做什么效果，就是变脸的那个效果，对，然后但是因为
我用无他拍了之后，我还会我就看东西，可是因为那个 上次那个韩国 model 不是都说用 Fudi 嘛，所以我最近的就是我最近如果有自拍什么的话，我都用 Fudi， 然后用他推荐的那个滤镜。对，我运动，我今天就练手臂啊，练到就是因为我手臂很粗嘛，所以我手的力气其实很大。然后因为我是跟那个汉娜一起去运动，然后他比我瘦嘛，我们大概差了不知道几公斤，然后我就用手的时候就很轻松，他就说这是你的强项，我说对啊，因为我手比较粗，嗯，应该要练手臂，但我有问教练说我这样会不会手变得更粗，就是我不想要变壮，他说不会，他说只要训练到对的地方的时候就不会，因为他都教我们要用这边。的力气，用这边的力气，就是用一个，我不知道他今我今天举了一个这个哦，很累，对，啊想看其他新品，好啦，等一下啊、哦，我这次讲完了吗？我远一点点，等我一下，我不会帮他搭衣服，他每次搭衣服我都觉得有点抬，他买的衣服我都觉得有点抬，嗯，应该大家的先生都这样吧？有很时髦的先生在这边吗？你们的老公很会穿搭吗？我没有时间运动，我就很忙。我其实今天有点想翘课。这件应该不是我的宝宝，对，这件是我很喜欢，它不是我的宝宝。这件是谁的宝宝？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场，不知道是谁。我今天带了三件格纹的回来，显胸吗？应该还好吧？会吗？我觉得不会显胸哎。但是因为我穿平口的小可爱，我没有穿内衣，我个人没有很喜欢穿内衣，我都穿小可爱，然后就是穿平口小可爱，我觉得穿衣服很好看，因为我觉得胸部太大，有时候穿衣服不好看，就是如果我们穿内衣的话，就是好像会太平，我喜欢平平的感觉，所以我都穿平口小可爱，嗯。然后我带了三件格纹回来，也有人不喜欢穿内衣嘛。然后每次我老公看我，他说你为什么又变？他说你为什么又变花木兰？我不懂他的意思。对，这是第一件，我们还没讲，我们刚刚都在聊天，刚还讲到健身练手臂，这个。这件是我是穿蓝色的，在小杂志里面。对，嗯，这次新品没有牛仔长裤，嗯，这个它也是公主袖，怎么办？这件也是公主袖，这次的格纹都是公主袖，就有长的袖子、五分袖跟这个，怎么觉得变暗了？嗯，这个很可爱。下次我再分享吧，创业的故事。没什么，我要想一下，因为就这样子了。下次有机会的时候，在某个深夜的时候，我可以分享。对，分享爱心刘海，就是你一定要卷到最上面，然后把电卷棒放很久之后，你再拿下来，然后你把它分开，就会变爱心刘海了。我现在的刘海怎么有点像？没洗头，但是其实我有洗头哦。我觉得你现在会觉得颜色很暗吗？因为我的颜色看起来很暗。你没有很暗吗？会吗？嗯。我想要换，我不会每天，我两天洗一次。嗯，会很暗哦。一字领跟咖啡色裙子，好，这个黄的，多少钱哦？我看一下，这个黄色的，哇，这才390。想知道我的腿为什么？我就是胖上半身，我想要瘦上半身，我不想要胖上半身。对，你是说哪一件衣服喜欢哪一色？微微。
音乐有点大声，等我一下，那我就关一下，因为我一个人有点尴尬，就有点害羞。对，其实还没讲完，等一下，我们不能问问题，我们不能讲话。身上这件我等一下脱下来再看，瘦下半身可能要就是，先按摩小腿，先让自己的腿变软，因为你太硬的话就没有办法瘦下来，你要先让自己的腿变软才能瘦下来。我们现在才讲到第一件都还没有讲完，等一下，这个第二件是这样子，它可爱的地方是它这个船形领这边，它是做这样交叠的感觉。对，我也觉得，因为我觉得这次的黄就是。我觉得 Paolo 有进步，我们的商品企划进步就是，我觉得我们就是真的是要做自己敢穿也很喜欢的衣服，对，不能聊天，先不要聊天。然后这件格纹是短袖的，对啊，等一下，这件是棉麻感觉的，然后这件是衬衫的感觉，摸起来比较稍微滑面一点点，对。如果要超硬的肌肉的话，就是你要按摩，一直按摩到它很软了，你才能去运动，不然你就会越来越壮。对，然后还有几个下半身，然后还有一个是，上礼拜的小杂志，我不是有穿一个黑色的那个黑色的上衣，黑色的，你们可以自己聊吗？可是我等一下回来又要看问题，然后我又要回问题，然后我就会一直没无法介绍新品。就是这个是我的款，这个是我的，其实我有点忘记哪个是我的，等一下，就是我有穿那个两件式的，然后我这次这个款是做两件，里面有一件背心，然后外面是一个有点透肌感觉的，然后里面背心是，等一下哦，怎么有点这样，里面的背心是这种缎面感觉的，然后外面是这样子，这种样子的，这很可爱，就是它会有一点点若隐若现的感觉。我觉得今年就是要有一点点透肌感觉。你们可以自己聊天吗？如果可以自己聊天的话，我就去换黄色这件上衣，好吗？啊，还没讲完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我觉得戴花好像比较可爱，这个是就变大人，这样，怎么比嘞？这样子，然后跟这种的感觉，好，那我再对我先去换，那你们先自己聊，那我等一下回来就先不要看问题，对。我在这个旁边家里旁边换，就不会有人看得到，不知道对面的邻居看不看得到。黄色的，因为我穿蓝色的配卡其色，我觉得是很舒服的样子。没有，还没有拉。我这边看都觉得好暗，为什么？这边有比较亮吗？蓝色夹的不会很重，这个也是两边都可以，不然带别的看看好了。好像有一个这种的珍珠的，还是星星的，这个也很可爱，有珍珠的也很可爱。对啊，这个跟刚刚那件不太一样，是这件的肩膀做的更里面一点点。就是如果你怕显壮的话，好像买这个会你会觉得，可是这两件我觉得都还 OK， 都不会显壮哎。对啊，这个是棉麻的料子哦，不是衬衫，是棉麻的。花花耳环应该会补货哦，对。然后我是。就搭那件，就是4月9号会上的这个短裤，这边有绣字的，
不是那个秀字，是刺绣的字哦，一点都不透，这个不透哦。对，上次透肤点点的质感很好的啊，嗯，肩线修就是肩线故意做，就是比较修饰，就是它比较缩，因为通常可能会做到这，对，做到这里这边，可是它把它缩进来里面一点点的，对，这件我。这件对这件的胸围好像比刚刚那件合，如果以我穿来说，因为我比较胖嘛，对，可以拉出来看看吗？可以啊，会想看拉出来。这个拉出来就是这样长的，还没有过那个屁股，对，这件很可爱。而且如果你出去玩的话，这件我觉得它是它的棉麻是稍微不是薄的哦，对。有人在帮我推销吗？说黄色是300的，这个你如果去夏天，你绑起来好像也可以吧？是不是会比较重？有吗？绑起来好像也 OK， 直播可以留着啊。我穿 S 号刚好，可是你就是觉得我有点太紧吗？会吗？嗯，我们尽量会把价格，就是会选。嗯，会让 CP 值变高，因为有时候真的是成本很高，不是我们故意卖很贵，就是我们会，因为你要选好的布料的话，它其实单价就不会是便宜的。对，南部已经很热了吗？房间可以当小外套吗？嗯，应该可以吧，我等一下套套看，那不然我先套这个看看，这件介绍完了。这件讲完了，要换下一件。好，我还是就是我等一下看可不可以当小外套。如果黄色当小外套，我觉得可能可以吧。对，嗯，我做脸没有，我现在是有美肌，在是 IG 的 Instagram 的美肌效果。澳门也是热了，台北可是听说明天要变冷嘞，对不对？我好像我听说的啦，听 FB 的新闻说的。我去换下一件。忘了讲，我刚开扣子的时候看到它也是两颗，哎，也是两颗平扣，我们就真的很喜欢平扣。我来看这边是什么，这个它旁边有这件，它的后水滴洞，它是用这个。珍珠的这种扣子，蘑菇扣，这个也是珍珠的蘑菇扣，在袖口这边好可爱、啊。明天那件标语 T 超可爱，但是我没有带回来。好的，要不要来直播？刚刚说可不可以当外套，嗯，是嬷嬷啊，她刚才叫了，就是我觉得也许可以，就是好像还可以耶，就是我觉得里面配白色可能更好看，白色或灰色的，白色或灰色，你有听到嬷嬷在叫吗？嗯，这样子也好像可以耶，对不对？黄色跟蓝色是刚我带来的这个蓝色是不同款，这是短袖的格纹，然后小杂志我是穿这件黄色的蓝色，对，这件背心就是我刚刚说这个两件式的里面的那一件，对，我是用缎面材质，而且虽然两件式它在里面可能看不太到，但是我蕾丝也是选的很可爱，有小花的，这个小可爱是这一件里面的，也是明天的新品。当外套比较好看，真的吗？嗯，我好像也可以，就是如果是休闲感觉这样子的话，好像也 OK。哦，快要没电嘞，快要没电了。等一下啊、哦，我去拿一下充电器，顺便换这一套，然后你们再自己聊天啊、哦。
充电器，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去看要怎么充。这样有一点点斜斜的，因为我在充电。它可以转吗？好像不能转。这个可以转吗？好像不行。每个礼拜都很少嘛。好，就这样。哎，耳环戴不同，我觉得我可以再换别的。对，这个我想换这个。这个是两边不一样大小的。这个是这边。会有奇怪一直在晃晃的吗？手机怎么了吗？这个是不是卖啦？那迪达粉橘鞋有补货吗？不然你怎么买得到嘞？有吗？再等我一下，这个我无法，这样子好像不太好用。你说你没有耳洞，但是你也是买假的吗？艾迪达系列的应该都不会补货，因为那时候我们有说就是用选品的方式嘛。但是因为帽子有很多人问，其实很多都有很多问，然后我有去，其实我有请那个韩国的艾迪达看看说有没有货，因为台湾好像我问了是没有。对，嗯，这副已经卖了是不是？这副我有点忘记了，我上太多东西了。对，嗨，我们现在介绍到第三套，十几盒有的我也是啊，就是这些盒子是很多盒，然后我都把它，就是我现在都这样把它塞在这个里面，所有的先塞在里面才会出来。嗯嗯，对，你们有一直宕机吗？有。我没办法瞧这个瞧不好，好，就这样吧。然后这件就是刚刚我穿的这个小可爱，就是如果你穿这个的话，我觉得你要穿平口的那个背心，就是你可以露这样子。我那时候故意设计是想要这种感觉，有一点点透肌感觉的，然后你也可以扎在衣服里面。嗯，哎，拿来了。然后这个有黑色，也有米色，米色我也觉得很可爱。然后我这是粉红色的，嗯，对，就是有一点点，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就是想要稍微的辣一点嘛。然后可是因为我自己也不是说很辣的人，但是我也会想穿有点透肌感的，就是我自己喜欢的，嗯，订到都不知道买什么，是不是买太多了？好像可以克制一下，对不对？好像你们好像可以克制一下，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好了。然后你也可以露更多，你们里面也不见得要穿我配的这个小可爱，你们可以搭你们自己的平口背心，或者说什么都可以。因为这个我觉得在我们这夏天的时候，你穿比基尼的时候，你也可以外罩一件这个。就是你如果怕太露的话，对，这个是我自己觉得很可爱，因为那个时候在选布料的时候，我想要有点透肌感，可是就又想要有一点点可爱的感觉。Abby 说买到超商店员都知道他，嗯，其实我也是有点想走性感路线，我老公在里面听可能有点傻眼，想说长胖成这样还要走什么路线？还喜欢哪个耳环？这边都是我喜欢的，这个不规则的我也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设计感。对，嗯，
还有这个上了吗？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这个上架了吗？我自己都忘记了。惊人性的宣言，他等一下可能会翻我白眼。这个也很美哦，这个我不知道上了没，我有点忘记了。真是会有，嗯，好，接下来这件来看看，这件还要穿吗？还是我们，我想一下我们要怎么配。好，这件，哦，算了，那我先把这件穿完。嗯，辣妹的 style 我也可以吗？那我会尝试看看，就是可能是稍微肉感的辣。店员背号码很夸张哎，我不能再，现在几点了？我们不能聊太久，因为我们每次都讲太久了。我先，这件要穿吗？还是这件不用穿了？因为这件其实小杂志里面穿的还蛮多张照片的，就是它是最基本的 T 恤，然后它前面有个大口袋，我觉得很可爱。就是，已经有小杂志了，你可以去看了。就是它搭任何的牛仔裤或下半身都没有问题，然后它是台湾做的棉，然后因为台湾的布料其实我们都是自己开发，然后自己选颜色的，就是颜色都是我们自己挑的，自己去想说今年我想要做什么样的颜色，然后这块布料是怎么，就是我们有一个布料开发的小组，就是雅雅是主要的，我让雅雅当主要的负责人，因为我太忙了。然后我们就会一起讨论，而且还是用大标，好可爱哦。嗯，我的发色是找 AB 染的，所以这个是什么颜色我其实也不知道，但是它应该是退掉了，之前比较深一点。对，那个是稍微有点落肩，不是合肩的。不性感的居家服有啊？你有买到之前的吗？啊，我要去换这个。好了，我讲完了，我先去换这另外一套。我不是去桃园用，我在台北用，因为 Abby 她周末的时候好像会来台北。布料，花花的布料，我刘海太长了，是不是？好像也可以剪一下。对 ，Anna 帮我贴链接，小达子已经上了，在10:09的时候，我要去换下一套哦。那你们聊一下哦。很可爱，这其实蛮好喝的。我的刘海有烫，嗯，气泡水加果汁好喝吗？我之前有剪短过啊，对，嗯，这很可爱耶，这个是宝贝球，反正就是那个啊，那个什么，哎，我是穿反了。没有没有，没穿反，吓我一跳。卡纳赫拉有出一款腮红，在 Seven 预购。我很有换衣服的才华，因为我常常要换啊，我就是想以最快的速度换衣服。嗯，这个很可爱，这个我觉得戴个眼镜应该也还 OK， 可是如果戴眼镜的话，就不要戴耳环了。戴眼镜好像有点像。有点笨哎，算了，不要戴好了，就这样。嗯，我很上相，对啊，我跟你说，我比较上相，那我本人比较，我本人跟照片比较不像，我本人比较露，但是我拍照还 OK。
我没有保养耳环。对，这个是吊带裙哦。等一下我去穿一下鞋子。你们有买 Fila 吗？最近 Fila 蛮红的。没有啦，我本人跟照片其实不太一样啦。对，我就是本人是因为没有美肌，因为现在的那个美图 App 我觉得有点害人。Fila 最近真的很可爱。我觉得我套这个也可以，我去穿一下，等我一下。我本来想要配这双，这双你们有找代购买了吗？这双，因为这双好多人，很多人问我，超多人问我。我本人就是，我们还是当网友就好了吧。因为我很奇怪啊，我如果在本人看到的话，我会有点害羞，可能讲不出那么多话来。可是我在网络上，我可以一直讲话。我就是，因为我看不到你们，所以我可以一直聊天。看得到吗？好像看不到，等我一下。这样，这个是，好，我来想一下，它侧边有口袋，它侧边有口袋，然后袋子可以调，这边袋子有这个可以自己调。咦，可鱼来嘞，可鱼还没睡啊。丫丫也来了，对，吊带也是明天的。然后我是搭这件我刚说衬衫布的格纹，它的材质比较像衬衫布，但它是浅蓝色的，很可爱的浅蓝色。对，对。当我的同事很幸福吗？可能要问他们，我不知道，可能常常有一些 Uber E 可以吃啊。然后它是这样子，它背面是做这种感觉的。然后我觉得它很可爱，是它侧边有开叉，就有开叉你才能露一点点。但如果这样露是比较刻意，但是就是像平常这样子就可以。然后你一定要配一双可爱的球鞋，一定要配一双就是好看的球鞋。我看一下。肩膀就没有那么收了，我觉得是我手臂。这件没有黄色那一件，这件大概跟红色格纹那件一样。对，吊带不是我在韩国穿的是另外一件，觉得 Fila 蛮好搭的，因为它上面有红色跟蓝色的线条。对，而且穿上 Fila 好像会长高的感觉，但是你也可以配深色的，就是深色的鞋子也很可爱。然后我再穿。另外一双，等一下穿 New Balance 看看，啊没套进去。其实 Fila 好像容易穿的有点胖哎，脚好像会看起来比较短，不知道为什么。对，好，然后就是这样子。这件我觉得是学院风感觉吧，应该是。然后这件这个吊带裙还有一件就是。卡其色跟这个蛮像的卡其色，对，这很可爱。就是这个，我觉得卡其色搭蓝色也很可爱，然后搭条纹也可以很可爱，搭黑色也很可爱。我觉得卡其色就是好像是百搭哎，就是有点百搭款。第几件了？不知道有没有超过一个小时了。接下来就是一些裙子类，裤下半身类，这个就是那件雪纺的宽裤，这也是。奶茶色，然后它是侧边是拉链，侧边是拉链的，然后这个，哇，这个又是两颗扣，你看我们有多喜欢两扣，两也不是喜欢，就我这好像是我的款，所以我做两扣的，然后它是有点珍珠贝壳扣，对，然后这边是我故意做这样有点，好像你是从这边穿的，但是其实。不是从这边穿的，对。刚收到 VIP 通知，是成为 VIP 了吗？啊，我们有一个 VVIP 的活动，
可是我有点忘记内容了。就是，我们会送 VVIP 一份小礼物，一份我们都还蛮喜欢的小礼物。我们自己也说，我们可不可以得到啊？所以你们如果是，还是 Anna 在吗 ？VIP 也有吗？还是是 VVIP？ 我有点忘记了。就是我们自己想的啊，不能讲是不是？不能讲啊、哦，那先不要讲，我透露了。在讲什么？好，好，这件有松紧带，后面有松紧带，所以你不会觉得很紧。嗯，对。而且，其实我跟你说，我们 V V I P 很多人哎、欸，超多。那天看到数字，想说哇，这么多，要小声说，会有活动。然后它下面下摆是做宽的，所以它有点像裙子。我觉得它穿起来是显瘦的，它不是会显胖的宽裤，可是它又不算宽裤，它是，我觉得它有点太那个，就是它连，就我做的时候是做裤口是有点 A 字的感觉，所以你穿背心，我觉得穿那种，如果你很瘦，你穿背心很好看，或者说你搭 T 恤，就是像我在小杂志里面都搭字T就可以了。对，因为可以，因为我们的会员是 Paolo 跟 MQ 是一起累积成 VVIP 的，所以你要成为 VIP 跟 VIP 好像有一个那个数，有一个数字是不是？有一个价格。这件裤子我那时候是搭球鞋，小白鞋就可以嘞，搭小白鞋就可以穿了。然后再来是另外一件。这件不是宽裤，这件是，我看这件是直筒的长裤，然后它也是雪纺材质，但是跟我这个雪纺又不太一样，它是有点斜纹，它的是斜纹的。刚刚的宽裤有好像有蛮多颜色的，也有黑色，然后这件应该是直筒裤，这件不知道穿不穿得下，要套套看嘛，因为小杂志没有穿。等我一下，那不然我去换这件看看。不，我先在旁边穿穿看，如果穿不下，我就不出来。哎呦，这是不是我的款式？因为我居然穿得下。等我看一下，但是我配这个蓝色格纹好像有点奇怪、欸。没有穿出它好看的地方。我这个可以配阿甘鞋吧？我去照一下镜子。也是可以，这个我居然穿得下，这会不会是我的款式啊？要出来，期待一下礼物，对，小礼物啦，小小的礼物，回馈给你们，对，这个我觉得要搭一个牛仔外套，这个我穿起来，我认真把鞋子穿起来，它不是属于那种老爷，就是西装，它是裤口比较宽的，裤口是宽的。它材质很舒服，而且它有内里哎，它有内里，布料凉凉的，我觉得不会凉哎，不是很滑面的那种，是有质感的。你收到你会觉得蛮有质感的。对，这件裤子其实蛮好看，可是因为我里面应该要搭字T，我现在搭这个格纹有点不自在。搭裤子变外，所以我就怕变外，有时候我就搭一个牛仔外套啊。然后配球鞋应该就还蛮好看的吧。这个裤口是比一般的西装裤，我觉得再稍微宽一点点。对，我觉得搭衬衫好像也蛮好看。这周比之前稍太多了，真的吗？可前上一周我也觉得蛮可爱的。
子也有吧，我158穿脚踝，照我的脚踝，我穿 S 号哎、欸，裤子是雅雅的，是因为雅雅说有黑跟白跟粉，可是雅雅这件裤子我穿 S 号有点略松哎、欸，是我变瘦了吗？还是你那时候是胖的？因为有的时候我都穿不太下那个下半身，不是雅雅的，这是谁的？因为我不知道。还有一件，最后一件，这个是最后一件了。对，150我觉得应该适合。这个我不知道是谁的，它是棉麻，然后我是因为觉得它很可爱。对，安娜又回来了。刚刚我说的不能说的事情，我说出不能说的事情了。这件我来看看怎么介绍它哦。它是这样哎、欸，它里面有扣子，但外面看不出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嘞？这可能是这位设计师的巧思吧。这位商品企划，这是谁的？这不知道是谁的。雅洁也推，哎，雅洁有穿这件是不是？哦，这雅雅的，雅雅就是一件商品里面会有，也是会有很多的想法在里面的。对，它就是我来介绍这件的重点好了，它应该是有点 A4， 然后它只露了一颗扣子在这边，其他都在这里面，总共有1、2、3、4，总共有四颗扣子。这个扣子可以开吗？可以开，可是为什么要开呢？哦，因为它没有拉链。这件已经上架了、哦，真的、哦？那怎么放在那边呢、啊？这件上架了吗？雅雅上架了吗？啊，我以为是新的。嗯，我只有带这些衣服回来。对，可以开高叉，如果你是很辣的人，可以放到这边，你可以再把它开两颗，就是可以开高叉。然后他又做了一个这个腰带，是宽腰带，今年很流行，就是有腰带的设计。对啊，哦，这是上周的、哦，不好意思，我拿错新品了，原来这是旧的商品。但是这件也是很可爱。对，那不然再去要一个小时了吗？因为IG 只能讲一个小时，不然我可以再试穿看看这一件，看看这一件，嗯。明天有格纹长裙吗？好像有哎、欸，明天有哎、欸，我没有带回来。明天有格纹长裙。Molly 穿的那件好像也是下周的哦、喔。对，那这个穿起来就是这样感觉，这个我就不套了，应该差不多要结束了吧？因为我等一下还要 po 照片呢、欸，留一点时间给我睡觉，因为明天早上还要8点就上班，好累哦、喔。不知道可不可以迟到，但我有时候会迟到一下下。对，雪纺宽裤，雪纺宽裤，去看我的小杂志里面。嗯，喜欢雅雅有追踪雅雅的 IG 吗？嗯，雅雅会做那个小织女的企划。嗯 ，Kiki 是穿哪件格纹长裙呢、啊？有点忘，不知道、欸。我大部分其实都是跟大家一样时间，我不会特别晚到，除非真的有点太累，但很少啦。不然就是我如果跟老公吵架，我就是也会晚一点去，就是会晚一点去。嗯，对。不然我都是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同进同出。就是因为大家自己要解散了吗？好啦，那我不聊了，解散吧。木木在旁边，我再把他抱过来，他在这边，他在陪我。有看到他吗？他在这里。这里。就是有点不太想理我，想说到底什么时候要
到底什么时候要去睡觉？嗯，什么时候在木屋上班？因为他不喜欢上班啊，就是带他去他会很累，所以我就尽量看他的心情，对，看他心情要不要。嗯，好啦，那我要去那个再去 po 照片了，因为还有一些我有小杂志，还有一些就是我想要先 po 的照片，就是有时候 po IG 也是要想一下，然后想一些文字，然后还有唇膏的也还没 po， 不然我等一下先 po 唇膏好了，因为好多人问我，然后我有时候就是会忘记。嗯，好，晚安，拜拜，明天见，拜拜。